还是请一位高手来示范一下吧。这位示范的姑娘是八卦掌冠军歌春燕，后面这座大殿也大有来头，它是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后用青铜铸成的金殿。闲话少说，看拳要紧。八卦掌有句名言：“百炼走为先。”这个走可不是走为上的走，而是走八卦方位。八卦的走法的确与其他拳术不同。请留意他的步伐和掌法不断的变换，但又变而不乱。技击方面，讲究避正打斜。